非常谢谢默默咖啡今天来鼓励我们医护同仁。那在抗疫期间，大家的压力很大，那也有一些很多的医疗的行为要来做，但是因着他们这样鼓励我们，所以我们就充满了活力，也觉得说受到很大的安慰，因为这样表示不管是医疗还是民间，我们都合作团结在一起，想这一杯小小的咖啡带给我们无比的温暖，我非常谢谢他们这样。实在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行为，让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抗疫。我相信我们这样团结在一起，一定会成功，会保护我们全体国人的健康。不好意思，我是那个默默咖啡园林的店长。那今天主要我们所要赠送的赞助的这个咖啡的部分，主要还是要体恤我们最近医护人员对于这次的疫情的辛劳，然后能够站在我们小小的一个店家，为国家一点点付出，然后让这些医护人员能够得到一份小小的甘露这样子，也希望他们的也感谢他们的辛劳，为我们默默的付出这样子，谢谢谢谢。默默咖啡是我们警戒的那个警务员跟警友一起开的，那他认为我们这次的防疫啊是很辛苦的，医护人员都很辛苦。所以他们选择在420这一天送100杯咖啡给我们的第一线医护人员，感谢我们默默咖啡的支持，谢谢。